原来客户有肾结石老毛病啊，陈秀有这款镜头是常常拢会足疼的，伊是安怎忍受的？伊敢普通人，喜爱民主嘛，唔知民主一斤到底值偌济？迄连辛苦白听以后才调理，我真正是无一番。是讲伫咧准备动手术的前一晚发生这款意外，敢会伤拄好啊？啊，是讲这是生命的一种指示，爱客户少考虑一下。是要考虑啥话啦？恁阿爸想讲啊，这颠倒是生命超过要甲我点醒啊！另外，怎啊讲我小病也无医啊，大病就歹医啊，颠倒会去危害着生命安全啊！所以才会超过安排啊，互我去弄这个啊，我才有法度下定决心要动手术。所以讲起来，这是上天的好意安排。拜托，你别安尼话啥了，别讲好唔好？讲实在啦，我的想法甲蒙子同款，心内拢感觉怪怪。你迄明仔载手术，你会用个小延后者。啊，为你咧机械手背是家己个啊，你随时要动拢会用个，唔免着急死嘛。你感觉安怎？歹命的人啊，才爱看命啊。我即摆唔呐伫咧事业上啊，找到新的方向，而且我搁找个我失去几十年进来，啊，我个后生搁要娶某，人家要开计算许安尼，我即摆等咧行好运啊。所以就照这个运势安尼行落去咯。嘿啦嘿啦，你上勇上猛啦，叫你第一名啦！拜托啊，这关系着生命安全的代志，你也要安尼凭自信来冲冲冲哦！讲袂出声。其实拄只医生检查结果是讲，干爹爷爷这个症已经走去到输尿管啊。啊，若是讲无赶紧处理哦，恐惊唔若是放尿有困难啦，甚至是佫会引发一挂。三像是药剂家庭的问题，所以也是两早处理较好啦。听好无？金月意思是讲啊，愈紧处理愈好啊。所以真正唔通遮尔啊迷信。在我看起来，今仔发生的代志啊，真单纯，就是一个逼我要认真看待我身体的意外尔，唔通想伤济。这是我甲文轩独家替你求的平安符，有过路啊哦，你着挂伫咧身躯顶，会当保庇你。手术平安顺利。哇，蒙子愈来愈担心嘛吼。瑞平啊，你看我即马有生命活体啊，你就免操烦遐济啊，来替我挂起。哎呦，你真正是人嘴话你上高啦。唔管我安怎吼，你就是啊。爱我爱干，没事没事。火了下派去哦，我会赔偿啦。不要紧啦，是阮家己嘛无行好，是讲以后你行路吼，唔爱看路呢。刘总裁，真拄好嘞，才阁拄到你。你是超越未来大哥。哎呀，这位夫人就是我拄仔跟你讲迄个大人物嘞。伊是五级集团的刘总裁，啊，另外迄位是五级集团的欧副总。刘总裁，你好。欧副总，你好。我是陈文瑶，是超越，下面夫妇，是黑市集团的总经理。人家才像超越所讲的，你比较人才哦。你一定真像像你爸爸，啊，你高明培妈妈实在真正是好人，唔敢领教。总裁，多谢你是替我未婚妻阿姨解围啦。啊，我爷妈妈确实有时阵哦，就不按牌理出牌，定定会找麻烦。希望会做生意困难。没啦，啊，顶一代文文本来就唔是恁家囝儿是谁当处理的啦。啊，你妈妈哦，伊家己也想袂开，只是哦，会为难你啦，是你较辛苦，
以后恁有机会，再偷偷甲看。是讲恁是来看病，还是来看亲戚朋友的？不是啦，是阮娘的爸爸要动一个小手术，啊，阮来替伊办个断言手术啦。你是讲担当的？啊。哦。啊，伊的病房就伫个头前遐，啊。刘总裁，你若是有时间，看要跟我做伙过病房，我介绍恁认识。林刚啦，我看担当的即摆身体应该嘛无啥爽快，阿辉弟，咱大家又搁合作，你见面的时间还搁真多，唔免遮哩着急啦。嗯，好啦，阿无林刚，等阮耀英爸爸身体若较好个，我搁会找时间，搁会找只时间去来拜访。嗯哼，卡苏同你外的好心，那不贵心，伊即摆应该嘛甲陈伟瑶同款，遮尔啊重在。看起来一切拢按照妈的计划顺利咧进行，嘛好单中心第一档手术进展无遐尔好过。对啦，昨昏甲你挂迄个平安符，你有在？啊，无啦，我拄仔换这要手术的这消毒的衫，我就甲摕来啊。是我即马等你睇，不变啦，也不要紧啦。一身本来就出自卑啊，就算讲无早，伊嘛是甲你保庇。哦，哎，会食啦。我现在讲啥，你拢相信？你现在妄讲呢？哦，你真正是哦，啥物时阵啊，搁搞创治？哎，中啊，你要阿金无？唔好啦，大家拢伫咧食，你要金属底下金。你心里头啦，我想要甲你拍。过火的人啊，佫无钱。人咧甲你塞奶啦，对无？哎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若遮爱金吼，等吼阮文轩咧手术若成功吼，我才甲你金啦。嗯。免，哦，我无遮凊彩，而且我真专情，只有朱丽萍甲我金尔。啊！你啊，只个孙哦，足感谢，你着去进迄台一万一号头啊！文轩，希望这个手术会当成功，你重新记得光明，刷落来，咱每个人生拢会当一帆风顺，无需要去看人面色过日子啊！阮除了来关心担当以外，嘛趁这个机会观摩一下一万一号伊的效果，做阮的参考。伦轩，我相信手术一定会成功，你真紧就当恢复光明啊！多谢工作的祝福，我嘛相信啊，这手术一定真顺利，我有信心。工作，我感觉你也袂歹呢。虽然讲啊，安珀罗医疗制造商甲恁无极医生计也是咧拍对台，想袂到你阁这么有风度，嘛有影啦，好奇生财，我相信以后大家一定还阁有机会合作。多谢你。这是阮的荣幸，毕竟吼，咱是医疗的同行，安普罗的技术，阮一定会虚心做参考。明哥，等手术成功，还要做伙医生调方针，还佫有扮演盲剑客，啊，佫有做伙做蛋糕互客人食。啊，老公，啊，恁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，挂了。哎呦，没烦恼，当然有你啊！阿哥文哥，超越，咱来的人啊，只能多，不能少。嗯。妈，咱中心已经开始动手术啊，咱今妈妈当开始进行啦。你找这个骇客，应该 Coco 吧？我保证，绝对 Coco， 技术嘛绝对无问题。哪一代也当开始啊？你爱去？一定会甲因即个手术，无甲天地颠倒变。是。会当动手啊！文雅，我目睭皮哦，唔知哪一直跳跳袂停呢。手术应该袂有甚物状况啦吼。哎，你放心啦。伊把以后手术进行哦，已经做个详细检查，没有代志。是啦，丽萍啊，
啊，成啊，这个人哦，你也不是唔知对不？你安尼疑神疑鬼，甲骨骨毛甲要死对不？啊，对什么拢未信任呢？啊，既然这边哦，伊安尼愿意动手术，就表示讲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啦，啊，咱就安心哦，咱结果啦，啊。会长，手术遐尼紧就结束啊？伊爸以后遐尼厉害啊？唔是啦，伊爸以后吼出问题啊啦，即摆状况嘛足危急的。奶奶，董璇跟文轩即摆状况安怎？会长，当然出啥问题？伊爸以后吼就无按照咱设定的程序啊做手术啦，啊规个吼敢若。袂输当机共款，啊！那安尼即摆是要安怎啦？啊！会长，跟我甲伊爸伊号紧急停落来。有，所以吼，我即摆紧急去调派医生过来。不过我即摆就是烦恼，阮病院内底医生吼，即摆拢有手术在。不要紧，我来。虽然我毋是一间病院医生，不过叫人要紧啦。迄无必要的程序就莫走啊。各位，请冷静。我会尽力把手术完成。邱教授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一定要救张璇和文轩，我拜托你尽全力救伊，让伊平安无代志，啊，无我唔知要安怎才好。张博士，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救文安，伊真无简单，就等着这个演讲，莫袂当失败啦，拜托，拜托。是啦，邱博士啊，啊，我就靠你啊呢，啊，你的温情哦，我罗在兴一定报答你啦。好啦，别阁耽误时间啦。就我说，我一定，安尼都麻烦您啊。你放心啦，我尽力。拜托拜托。我一定麻烦派一位眼科医师来协助我。哦。你可不要，大叔大伯，快点破产，就算买了猪皮。我叫你破病，董璇跟文轩你也当平安顺遂，度过艰难关。我叫你，我叫你。陈忠信，你料想袂到吧？你一百一号竟然徛阮这边，替阮把你这粒挡路石拆开，这下你败个土土土啊！手术的状况安怎？跟我顺遂。担当甲罗文轩拢平安无代志。小弟，小弟，多谢天公不要保庇，无代志啊。咱大人，总算会当放心啊。我话还没讲完啊。虽然讲手术完成啊，不过说来有一挂问题。手术拢已完成啊，会过啥问题？罗文轩的部分，虽然讲眼科医师已经完成伊的手术了，不过一百一号出状况的时阵，有去伤到罗文轩的眼角膜，所以术后来恢复，看起来有遐尼乐观。张博士，你敢袂当讲较清楚诶？文安即摆到底看有无啦？我目前无法度回答你啦，爱等术后来评估的报告出来再搁讲。刘翔诶，伊状况安怎？我已经顺利甲伊结交拢清掉啊。不过同款，伊话以后咧扩张的时阵，伊咧原本的空嘴边啊，搁烧一个小小的空。不过我及时发现有补救啊。是啦，我刚才吼有张博士及时接手啊，啊无得效果吼，真正不堪设想。歹势啦，唔是讲火车过啊，就咧讲真，这伊话以后。在阮业界角度来看，伊个技术还未成熟，真可惜啦。这担当的吼，伊人吼都较固执。啊，唔好甲再讲，即嘛人平安无代志，啊若无，伊连后悔机会都无啦。啊，是讲讲嘛可惜啦，若不是讲坚持用一百一号动手术，罗文轩的眼角膜嘛袂去伤着。拜托，你一定看会到，若无我惊你会袂堪。